因应疫情，教育部取消109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团体赛，为了提供辛苦努力练习学生展演的舞台，嘉义市政府六号下晡特别在市立体育场举办110年度室外行政管乐联合的展演，由宣城国小、博爱国小、南兴国中以及德佳高中，总共大约500位的师生参与，活动非常的精彩，展现出嘉义市管乐指导的热情。全国音乐比赛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已经连续两冬停办，让努力练习两三年的囡仔感觉真失望。为着无爱让囡仔的期待变作遗憾，嘉义市政府比较全国比赛的规格，在六号下晡举办101年度室外行政管乐联合展演。嘉义县市四间学校的乐器队轮番上场演出，嘉义市长吴明辉含数百位的民众特别到场为囡仔来加油打气，现场气氛无输乎正规的比赛，相当精彩。这几所学校的无论在行政管乐团或者室内的乐团都是一个非常精彩，而且往往是全国比赛当中绩优特优的团队，所以今天这样的精彩表演，我想彼此有观摩，也让孩子们他们练习之后，他们苦练之后有一个表演的机会，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。所以我想我非常感谢所有的教练他们的用心，然后孩子的努力，所以今天在嘉义市的体育场有这么盛大的这样的表演演出，我想这是全国几乎是全国赛，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还是比照全国比赛的请到最好的老师来做讲评，希望呢让孩子能够有更多进步的空间。孩子们加油，嘉义市的教育永远是陪伴着你一起往前走。室外行政管乐表演综合听觉和视觉的元素，学生囡仔除了音乐演奏的能力养成之外，阁有行政变化队形的训练。伫咧训练过程当中，就爱克服天气变化影响，考验真多。这一届参演的宣城国小、博爱国小、南兴国中室外管乐团，是历年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特优的团队。特当伫咧全国比赛演出，拢是大家真关注的焦点。这一届特别规划嘉义市室外行政管乐联合展演。都是邀请同款是特优上圣君的德佳高中管乐团共襄盛举，做伙来展现囡仔辛苦练习的成果。最新新闻，杜定顺、王秋顺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